我们要去看董不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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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00多种动物哎！东京最古老的动物园——上野动物园，是日本的第一个动物园。哇，也太多了吧！哎，这是动物园结合公园。哇，它是5月的时候都樱花。上野动物园，董不辣，董不辣，五位同住。大概中午到这边，然后逛个4个多小时，然后去吃饭。我们在跳舞蹈影那个 Reels 的影片，然后在动物园正门口，就好多人在看我们。这样。哎，你都不怕哎，反而是我觉得很丢脸。不是，我觉得这边人都不认识我们。好兴奋哦，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上野动物园。我们去机器买票，2200，好可爱哦。谢谢谢谢，阿里嘎多。好，看一下这个票，好可爱哦、喔。这可以拿来当书签呢。然后他这边导览有日文的，也有中文、中英文的这样子。进来的时候拿一张，你就可以去找寻你要的动物哦、喔。日本的鸟，哎、欸，他这边都养一些他的食材，有鱼在里面。你刚刚什么疑惑？就是鸟，例如这一区的鸟不会飞走，还是他所谓日本鸟会飞过来？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它只是做一个围栏，可是你看到鸟跟你在外面看到鸟是一样的。你怎么去？这是绿袖鸢，在池里。这个台湾马乌呢，昏叫。那你没有现场看，你可能感受到它很壮。我觉得那就是那个《神雕侠侣》中的雕。哇，这只好巨！最大级猛禽。打架！好大只哦！对，丹顶鹿，你好聪明哦！不能惹，是有攻读生活而已。我也不怕你没有攻读生。好大、哦！那这公园很酷，它里面都还有一些历史的遗迹，所以除了动物以外，可以看到以前这边百年前的公园的环境。好，不看我，这边拍起来。哦，吃个炸鸡吧，华鸟，酱油。好啦，不好吃看看。那很好吃哦，好香哦。发现在日本好像比较少看到有人手牵手走路。大家是一整天害羞吗？我们一直手牵手走路。这湖也太大了吧，而且好多鸟哦，是全日本的鸟都在这里。逛两生爬虫类馆，看阿才与阿宝。国内稀少种。
它不像三焦鱼啊，三焦鱼就滑滑的，很有灵性，它手是红色的，混种的，脚像斑马，它也快灭绝了。夜的世界，暗飕飕看那么多。鸟兽馆，你说最下面那什么？你觉得很恐怖？这是什么啦？我也不知道。信不信啊？啊哈啊！世界最小的老鼠，好小哦。很丑的老鼠。哎，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幸运了。今天天气超级好的，对，还好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就会超冷。体感舒服的体感。对，舒服体感啊。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上野走走哦。偌大的公园就两个阿伯在工作。这个不忍吃，它夏天会长满莲花。哦。对，会整片都是莲花。哦，难怪我们刚才看到莲藕。密集恐惧症，我要看这个。好了，现在我学长要带我去吃赫伯斯了，我们在上野附近逛逛。对，本来想说坐一站地铁，我觉得他想出来走路。这边走路很舒服哦。对啊。学长你好 man 哦，学长。学长要带我去吃甜点。学长，我们快到了。嗯。光那咖啡馆我就蛮想喝的。那个松饼感觉很好吃。好香啊，好想吃啊，我想吃这个。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如果没有，好吧。好。走到我想要买的衣服，穿破便宜很多哎、欸，很多哎、欸，要看吗？要看吗？哎、欸，我们是很幸运哎、欸，啊，成功买了 Mount Bell 的小东西，我好开心哦、喔，运气超好的哎、欸，买这个东西是让你最开心。对啊，好爱哦、喔。好，我们要吃松饼了。你好，请问你的找男生的条件是什么？超大哦，那你找对人了，就是我了。阁下就是长最丑的人，完全就是我。那我们可以开始约会吧。他那个松饼看起来好薄哦。它松饼很香，然后呢，热热的，以及它的奶油不会太腻，而且它是用蜂蜜，非常的甜，很好吃哦。吃饱下午茶了，我们才吃400多块，好吃，很棒 ，CP 值高。好，接下来继续吃，要吃烧肉了。发现走在日本的街道，好像大家都蛮喜欢走路的。东京没什么公车，但就是大家好像就喜欢走路跟骑脚踏车。对于行人，他们蛮尊重的，行人优先权。那假如说差一两站的电铁，他们就觉得啊，还是走路好。我们要去了，就是日本人帮我们订的餐厅，高志先生。他说这间他身为日本人很推。亚罗尼克。我们点的是这个套餐。腌制物，然后每两个人一样睡的桌子。第一次吃那个和牛的生鱼片。而且我一开始觉得会很怕，可是吃起来不会有那种不熟的味道，很香。嗯，吃起来不像生的。
がとうね。マジック。わあ、素晴らしい。我点那碗白饭来喽。没有了，他说他这个白饭呢要配着，他帮我们烤了一片和牛，然后叫张仔。是谁桌一副一个？服务生会去帮我烤。いただきます。好香哦！你可以 follow my IG。My friend in Taiwan。哎，你。My friend in Taiwan。Follow me, follow me. A-N-U-N-N-Y W-I-I Yeninis 还好那好奇怪吃很饱吃很饱谢谢高志俊回台湾再说哎，阿里嘎多呢来谢谢拜拜高志俊对啊他截掉了他偷偷把单截掉这朋友要多久啊哇吃的真爽爽好好不好很满足的对啊 CP 值很高谢谢 Takashi 桑啊谢谢高志我们刚刚不小心在表参道走进一间店然后 就出事了今天阿瑶带我去中目黑好不好我搭讪成功了真的真的